哎，大家好。嗨，这是我的表哥阿钱。我想今天晚上跟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情故事。那我的名字叫大明。今年是第一年 UCLA 读数学的大学生，从广州来的。我来的时候，我跟我的爸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姐姐，然后表弟表姐和表哥，表哥的老婆也有，老婆也有孩子，表哥啊表哥的老婆会过来帮我烧菜烧东西吃，也洗我的衣服啊，这种东西都会做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做美国人啊，所以我开始学一点美国人的话。Might be able to see it here. It's very hard to see. It's very hard to see. It's very hard to see. If there is water there, then you know we can all breathe. 他们说话说很快，听都听不懂。You know what they don't also teach them is their manners. 不好意思，美国人的礼貌啊，这东西，呦呦呦，这种话我都也会。也会说。那故事说到呢，就是我觉得自己很孤独的时候，永远在这种国家里面找不到女朋友。那我已经27、28岁了，那么也从来没看到女人的身体。但是有一天，在课里面我看到她，她是一个白女人，金头发，哇，好漂亮。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哇，我每天都是跟着他去图书馆。These hordes of Asian people that UCLA.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天在图书馆的时候，我的爸妈都一直会打电话给我。中国这种爸妈他们打电话给你，你不接的时候，他们会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16次、17次、18次都会打的。在图书馆都没办法了，我一定要接电话。喂，喂，爸爸干什么？我现在在办，没有啊。哎呦，我换了嘛，昨天晚上都换了。对啊，没有啊，昨天晚上穿的是蓝色的内裤，今天我会换的是红色、黄色、粉红色这种内裤，我会换的。对对对，每天都在换。没有啊，没有啊，没有问题，一点没有问题的。我会。还没找到，还没找到女朋友。对，还可以，蛮好的，98分。对，好。要是就在图书馆的时候有这种事发生，就是我跟我爸说我车有问题，他问啊你车有什么问题啊，然后我跟他说爸我车开高速公路之后有铿锵空汤汤这种声音的嘛。哦，铿锵铃啷叮咚。那我一说这种话，那个漂亮的白女人她转身过来跟我说诗。诗。这种是这个英文字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很开心，他跟我说话，我很想请他回到我家里来啊，来跟我奶奶爷爷谈话，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吃炒蛋饭，我们可以谈谈话啊，我可以问他像不像现在结婚啊，生小孩啊，好漂亮。哎呦，你看时间这么长了，我们要不要一起吃麦当劳啊？现在吃哦，啊，走吧。现在在日本发生的这种事情，这种地震啊，这种是啊，我想跟大家说，你们能帮助就帮助，可以建短信，建到 Red Cross， 在90999，
捐十块钱不是很多，在哪里可以打电话就打电话，在图书馆，在厕所，在睡觉的时候，睡在床上，我们现在也可以打，现在也可以记，那你记得。I am looking for a cute Asian girl, generally preferably within the age range of 18 to 24. Who likes long walks on the beach, candlelit dinners, and talking about feelings. What I'm looking for is someone who is independent, yet willing to be needy. Pretty, yet still looks good in makeup. Right. Okay, yeah. Intimacy. Companionship. Love. Intimacy.Companionship. Beauty.